啊，你也听到我们对计法补偿，我们是编了四万，福利也不要害哈，有没有？只见民众党立委麦玉珍猛盯手中资料，这询答双方仿佛活在平行时空。委员，我们回忆一下，上礼拜我们都吃过一顿午餐，你很清楚。我没有听到你的回应呢、啊。哎呀，都是我的问，我的讲。我都很注意听委员的话，我们都受你感动。我讲的话你都没有听。卓奎控管脸部表情，只盼替周四登场的朝野协商堆叠善意，但中午的程序委员会似乎就没这么和气。你地方哀哀叫，中央不补助，我们能怎么办？两手一摊，你们这边就全挡啦。假讯息还在，台上台下上演女人战争，朝野无法达成共识，各自表述举牌表达诉求，拒绝诈骗人民。没跟他屏东了，你跟我同一个乡，我们两个又同一个村，那、哦、我每次骂你嘛，你骂完以后，我们村民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同村在骂同村？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好说歹说，就盼民众党立委林国成留点同乡情分。蓝白为了给立法院长韩国瑜周四朝野协商留下转圜空间，这回程序委员会没阻挡，不表决，直接提报周五院会。希望协商能够顺利，我们也能够适度的提出我们原来想象中可以解决的几项方案。卓奎强调，没有一方是铁板一块，也沙盘推演几套裁员方案。据了解，可能透过原住民族委员会基金，或是追加预算。不过周四协商前，谁也不能提早先出底牌。TVBS 新闻华政森传媒台北采访报道。